一种庶民轿车厂的。以前这边都有那个 PVC 啊，这边都有放 PVC 啊，然后现在都 PVC 都掉到东部去了，还有新左营啊，树林站里面是不是又有柴油的？看这边塑料站，这边好像也没有临时道路。我刚讲的印象中有临时道，它其实地也不多，七堵就好几个。认为这边有没有足够的空间三轨的话，这一带，你看这一边就够了吧？因为这个可以拿来用。哎，坡度9.2%，我那边去是9.2%。接着那个三轨的话，根本是贵的。普悠马号不能走那个旧线那一边的，原本的那个旧干线那里不能走，因为净空不够。对啊。有点在点数了。好像是可能被挡了。不是被挡，要不然就是太快了。太快，然后要再剪一下，啊，拍一拍啊，以后没有再停，以后就是没有直灯的了，没有，是这边的限速就是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可能太快了。他可能是真的太快了，他没有误点，很难得台铁很少会有车子，不管正班车还加班车，竟然这一班没误点。我到台中的时候还提早了4分钟，